右半边的滚地球，最后穿越形成的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最后绕过三垒，被林中南教练给挡了下来。但这个回传有点危险，三垒上的跑者虽然没有往本垒冲，不过原本打击的申浩伟在这个时候趁机溜上了二垒。哇，申浩伟这个跑垒判断真的是相当的敏锐哦。他第一时间到过一垒之后，看到这个回传球其实传得相当不错哦，所以他一定有一点停下脚步。那朱玉贤这边也做了一个假动作哦，让这个申浩伟不能第一时间就往二垒跑哦。那不过申浩伟绕过之后稍微停顿一下，发现这个球廖建富并没有第一时间接好哦。你看这个时候其实廖建富并没有跑，反倒这个出现瑕疵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往二垒走哦。这个回垒之后再启动的瞬间呢，这个反应很快，对，相当的快哈、哦。